今天一定要认真减肥，好好光临。开饭啦！来啦！哎，经不起诱惑。队长大人，针对美食诱惑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。首先，我们把头慢慢往左转，然后再慢慢往右转，然后当有人用美食诱惑你的时候，我们就快速反复做这个动作。对了，还可以配合手部动作哦。哎，这个办法不错，还能顺便锻炼脸部肌肉。队长三思啊，这样可能会把脸越转越大。队长，针对脸大的问题，俺老家那嘎达有个祖传秘方。没错，这是一个大蒜，当我们吃下它，就会有味道。然后我们彼此间就会离得很远。然后呢？因为越走越远，我们看到的东西就会变小。我现在的脸是不是很小啊？越走越远，那我们女团不就无法团聚了吗？队长，针对团聚的问题，我有个办法，比如一顿象征团圆的火锅，应该就可以。有道理哦。但是，等等，我们为什么要吃火锅？是为了控制体重啊，队长。因为吃完了火锅，我们才可以下定决心。